无公证啊，无公证啊，吼，家里金堂殿绕境出巡活动第三天的第一天到将军乡的乾坤身啊，乾坤星啊，哦，你看，已经进去那个庙里，进去那个乾隆的庙右边，请好朝天宫，然后出来了，出来，现在外环道路要往南，经过那个乾隆高架桥，那个是西滨快速道路了，哦，过了那个桥，然后到南边那个叫西寮了，西寮西兴宫了，哦，赶快，要入那个蜈蚣镇了。